尤其是差一的时候，六一六二，啊，比如说开出来是十九，你六一五六二，那怎么办？尴尬。赌啊！赌啊！赌啊！我就是看。赌啊！赌啊！跳啊！跳啊！今天玩心灵同步，耶！哎，你们玩过吗？就你玩过。好，还是教学一下。好，心灵同步。好，他下面有说一个，让我们合而为。四人的时候呢，他总共有八级，我们就玩八级。通过这八关，那我们就赢了。OK， 就是一个合作游戏，我们就赢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这边有这个牌，因为这边有看起来一个很好呆的人。你才好呆。这是手里剑，手里剑是我们等下会用到的道具，但是一开始是没有的，也是一样通过游戏中才获得。啊，它里面的牌呢，就是数字牌，都数字牌。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像接龙一样，就是好比说一二三四，由小到大把这样接起来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好，那像等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每个人拿到一张牌。等级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每个人拿两张牌之类的。所以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拿到八张牌。我们就要这八张牌，我们就要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们用接龙的方式把它叠起来。好，好。然后记得过程中，我们是不能有任何，就是说言语有提到数字。好，比如说，我这张差不多在一半，那别人就知道是差不多在五十，不能有类似这样的提示，也不能说什么哦，我这张牌等于是什么什么三乘以三十三这样就不行，对，不能这样，就是九。数学很好哎、欸。假设出了一个一好了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白目出了三十，那手上明明就还有十二，那就是不对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损失一条命，然后并且呢，要把就是三十以下的牌就都丢掉。然后就剩这条命，啊，接着我就剩这条命，啊，注意，好，那说游戏进行的第一步叫做凝聚仪式，将自己的心神准备妥当，认为自己可以克服这个游戏等级的人，将一只手掌朝下放在桌上，当所有人陆续加入，凝聚共识之后，将手收回。好，我们要来凝聚仪式。好，刷上合为一，一二三，合为一。好了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开始，就要洗回去嘛。对，哇，扯哎，应该是我的。哇，碎哦。完了，你还要多远？我觉得还蛮远的。我也蛮远。同步一下好不好？频率。我觉得差不多到台北车站。那我觉得我还要远一点到小巨蛋。这么远了？这么远？这么远？这么远？是不是？好。有吧？有是你。就这样失败，对吧？好，剪掉，剪掉。我们又一命换一个等级啊！我好值得啊！六，这个不远也不近。我是觉得 Amy 的远近比较近。我多少丢？好。哦，三十九。那就是我的四十六。扯哎，扯哎，差很远哎。不远也不近啊！这是什么？我觉得。有啊，很多了，你说远到不得了，对啊，很近耶，很近啊，才十几而已，差十，二十，数学差什么什么鬼？没有，还没结束。手里剑，我们有手里剑嘞，对啊，我们是投票说我们要用手里剑，对，就是你们可以发，大家可以谁都可以发起，就是大家讨论要不要用，可以这个，啊，是我十二，哦，真的。哦，所以啦，那我了，四十二、四十六、五十九，我还有一点距离，你还有一点距离哦，公馆到五千，公馆到五千，近耶，啊，近，公馆还到啊，我也是，两个人也距离都会抓到，好，那我了，那应该是七十，哇，七十四，哇。九十四，九十八，一百 ，OK， 八，哎，九，二十，噔噔，哦，怎么了？十九，哇，还 OK 哦，
十三，那就三十啦。我要干哦。主持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干。五十八，六十四，六七，哦，十二，小十。哎，你还没有哦。哎，对，有没有人现在有想要跟进的？还有一，没有，还有小布。该不会吧？这后面很硬，还是又是我了？后面很硬，一小步。我现在就有硬了，变态。我是说，像什么？没有吗？都没有吗？没有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一小步而已啊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A B 一直在说他小步小步，他小步小步，可是我也蛮小，小碎步，你要小碎步还不出哦？对啊，小碎步还不出哦？我没有到小碎步，到哪里有问题？那你小碎步都出啊？我觉得不是我啊，你觉得不是你？你觉得那个小碎步巨人？你觉得不是你叫巨人？那我要出来了，出来啊！我要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妖怪小碎步，你不敢吗？七十五。哎，我的小帅不来了，是吧？你的小帅还大了耶！可是我是一90，90。哎，你居然说你能进，你的你觉得比我近？好，扯哎，等一下，谁？是距离大师哎！好，我觉得，然后出来，93，哦，94，哦，95，97。好，有没有人超小的？我应该是比超小大一点点而已。就是超小大。八十。啊，没有我的事。小布，你是不是小布？我在小布了啦。你睡错了。小布到底是谁啦？十三。好，他出哦。你这么小？我觉得。他今天会干干叫，我让他输。哦，刚刚他从八开始干的，对啊。小布现在是十八六哎。十七，16会不会盖到？24，39，我在想有没有人真的很急很急的，很急没有？分的啊，还在等你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还没分。好，那我17，输，53，那换我小布喽。等一下，你很小吗？换你小布，小布，小布到底是谁啦？你很小吗？有没有我的事？所以只能自己小。有小有小的好处，好不好？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小。没有我想的，到底是谁小？不会就攻击他。五八六十，满级十六十七，十二。哦，妈的，这不抽差五而已。刚刚我都差五。H D A， 我刚刚要去 D A， H D A 是什么？好呆呀！你才好呆。73，74，好可怕哦！73，74，我们79，对，小布，哦，说一下，然后这时候就 OK， 我直接掰，哦，直接解掉一个人是不是 ？OK 啊，好像不错，然后还会剩一张双炮呆走路，可是我想，你可以先，你这很不理性，我觉得你们如果这个没有想要出，那应该就是我。我真的没有，跟 Amy 签字，我要就是我们只用手里剑的。不要，我要用。他到底能不能？等一下，谁让我用？你们这边没有很轻吗？我没有，不是还 OK 啊，还 OK。你小痒痒，我真的很忍。痒。那我觉得这个要先出。我也有点痒，我既然说有点痒，不可能，那就用了好了。但不行啊，你可以继续玩了，但是已经输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留最后一条命。当然，果然 SB 啊。